台湾媒体报答，26岁香港女星郭嘉文虽然在2015年香港小姐选美败给了冠军麦明诗，仅拿下季军位置，不过她来年便传出热恋大25岁钻石单身汉千亿富商李泽楔，两人交往至今感情稳定，还被港媒封为千亿女友，一举一动备受瞩目。近日郭嘉文罕见 PO 出比基尼背影照，曝光只有李泽楔才看得到的绝密好身材，又滑又嫩的裸背吸引网友喷起跪求正面照。李泽楔是富商李嘉诚的儿子，据2017年富比士杂志公布全球富豪排名，李泽楷身家约43亿美金，全球排行第385名。而他最有名的一段情史，就是与女星梁洛施四年恋情，梁洛施更为他生下三子，只可惜最终仍以分手收场。